已经下来了。他没有下来，还在。他谁？他还是在。他怕你，我们要选这条路走。不会不会，我要走这边。那我也走这边啦、啊，就走了。好啊。会给我们警告？不会啊，哪会啊？拜拜。Sorry。等一下，他那么辛苦。一点三。过来一点。Thank you 。完全完全这么陡根本没办法裂了、啊、这么陡根本不能裂了。我讲的是缓的馒头可以。你刚看几点？你跟他约一下。你要约哪里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哪里线啊？啊，你还要滑吗？我觉得我好美丽。还是要去滑，还是也只能滑那个长长的红线啊？2:52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再去滑左边红线，先去休息好不好？所以我说切到最旁边的很长的红线的餐厅休息。但是我不觉得我下得来。好，把你拍在里面，看我。好了，等一下要约哪里见啊？他停下来了。好，你前面。你还有想要滑吗？我不谈了。他说要上去。他说他还可以一趟孔多尔上去。好啊，那上去。那你呢？我不大想上去上面嘞。我有点累。我说我们顶多只能滑旁边的红线了。我先冲去孔多尔那边好了。就应该已经不行了。我们等一下会去。中间拱多拉那边休息。全部湿透。嗯，我也蛮湿的。你也有怕吗？啊？你也有怕吗？对啊，完全接不起馒头啊。反骨的馒头哎，那不规则的馒头。最起码中间的那个凹凸我们就这样顶过去了，我还觉得有点诡异。好啦，轻松的。
接回去滑、啊。你要走林间道吗？好，接回去，对不对？继续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啊，抖抖的就害怕。哎呀，继续走。不要啦，走林间道了。这是那个红线啊，你讨厌的红线。但是是很陡的那一段吗？对啊。很陡的那段不在这。这段都是啊。我也不要。对啊。想休息吗？对啊，走啊。已经到休息站了，好啦，绕饭店才到下面，啊，顺顺滑吧。你现在来爽了、啊。
好痛哦、喔。很痛。好吧。你要下去，直接下去还是林间道？你只能林间道，对不对？不然回不去的人。啊？一定要林间道，对。下一个林间道。下一个。还是我记错了？我明明这一个是接上面啊。我们今天上午就上当一次了。嗯。对啊。嗯。要走下一个林间道。你有没有还想滑什么？你去啊，我会。我不要了，我走这一个回去就好了。好。哎呼。休息休息。啊！啊！没吃的都几乎滑过了，就这么一次，太难太难。对黑线没有信心。我觉得馒头好像没什么好练的，这不知道多久以后才能练，不要练。你说什么？是这个，那一个啦，有个人进去了，是那一条路啦，又有个橘色的进去了。对啊，走这个比较轻松一点啦。下面。重心摆前面，手放前面，手放前面。对啊，那里啊，哦，这里变成十二兵跳跳了。不过你现在已经不完全不害怕这种跳跳了啊？这刚才差点在半级啊！但是你扭回来啦，重心朝前面就好了，重心往前。
中间啊，中间啊，怎样？那你今天跟他讲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对啊，你是要用滑的，是不是？滑回去啊。对啊。闪电，我经常讲，说我们两个要回家了。对啊，看他怎样。他应该还坐得上吧？不知道他几点。